是我要搬出去的最后一天，不是前一天，对，就是我住在宿舍的最后一天。那其实我东西已经收到七七八八了，我就剩下床，今天要穿的衣服还没收，其他就都已经在这里了。那我的东西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我把它整理成一坨，你们看这样到底多还不多。 OK， 我正式收完我的东西了，哒哒。这样看过去的东西其实蛮多，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这个就是我这几天住朋友家会用的所有东西，然后那两箱就是衣服杂物、洗澡的 shower bag， 然后这边也是，哦，这边是鞋子、包包，然后这边是生活用品区，这边都是生活用品区跟一些杂物，然后那个柜子就是也是我去朋友家会用到的，所以其实好像没有很多，对吧？对吧？对吧 ？Tomorrow。Move out, bye. Bye, roommate. See you when we move in. Hello, 大家，我现在算是 officially moved out. 我东西真的有点小多，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借住在朋友家，因为我们新家的 lease 要到下礼拜才会开始。So, 我们就搬家见，拜拜。现在就是搬完所有东西，我们所有东西都在客厅。那我就简单跟大家 room tour 一下。我们从外观开始，房子的外观长这样，然后旁边就是我们的 garage。进来之后，那个门左边就是一间储藏室。然后这边有一个半厕所，然后门的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的厨房，我觉得蛮明亮的，很不错。对，接下来门直直走就到我们的客厅区域，现在有点乱，但是没关系，这边是客厅。对，客厅区域长这样，其实空间蛮足够的。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阳台的部分，然后呢，再来就是上楼，就是房间的部分。上楼后直直走，这边有一间卫浴。再往另外一边走，就是第一间房间。对，小空旷，但是还不错。这是另外一间房间，东西有点多。
再来是 master bedroom， 噠 master bedroom 就是稍微高了一点，然后大了一点，对。但是 master bedroom 有自己的厕所，所以接下来我的大二我就会跟我的朋友们住在这间房子，然后等我东西都摆设好，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房间会长怎样。我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一起住这间 master bedroom， so I'm really excited， yay！ Okay， I just finished moving all my stuff， ta-da！Okay, today is our move-in day 3. We spent like almost an hour or like half an hour to make just one bed frame yesterday. One of the instructions are kind of weird, so we spent a lot of time like struggling on this yesterday night. So that's why we sleep late, like super, super late yesterday. Okay, so now I know how to make it. It's easier for me. Also, I finished cleaning all the closets.